好的，我是盖伊。那今天我们三剑客战队又出动了。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挑战什么吗？洗头了。其实我们今天是要来评比 Tenga 的飞机杯。目前放眼望去有五种飞机杯，每一个它都有它各自厉害的地方。我超想吃这个嘞。那你们两位，今天呢，你们一个人要用这五种，这是六颗蛋的造型，然后它里面设计是不一样的。这六颗，对，就给那个感受比较细腻的盖伊来细细品味，他各有鬼斧神工。我看过他的设计的剖面图，哦，眼睛为之一亮。我另外跟你们讲一下其他的几种的差异。那这个就是它是双头龙，听说它双头龙，不对，重新啊，看，哎，三二，虽然我没用过，但是听说呢，它有两个洞，一个洞是比较刺激。另外一个是比较温和，比较刺激是茶鱼那种辣辣感，它的设计会让你比较忍不住。那另外这个呢，胶囊造型气囊飞机杯，它感觉是一环一环，就是要你突破层层关卡。这个气囊式的，它有推荐说，等一下两位在使用的时候要把动作放慢一点，细细的去感受。那另外这个呢，这看起来很像我的洗面乳的造型，听说它可以挤压。对，就是那你就会有那种吸的感觉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那这个呢，个人也非常感兴趣，放进去之后呢，然后它可以转动，感觉会有一种环绕的刺激，摸小头的感觉。那另外呢，这六个蛋就是我今天的任务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去我们三剑客地下室的一个更衣室进去轮流体验这些飞机杯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他体验的感受。各位，一起团练，走，今天呢就给他练到力竭。让我们第一位体验者蔡耀思先使用这个第一个经典飞机杯，这个要撕掉。对，先撕掉，然后开那盖子，可以关上帘来自己慢慢用。要帮忙吗？你要帮我也不可以。套进去了没？完了，根本就完全没感觉。完了，看吧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要看东西，选一个番号好的了，就拿几个番号不是比较好的了。欸，你会记那种东西哦？不会啦，真的嘞。你有没有喜欢 AV 女优？喜欢的 AV 女优，最近我很少在观察 AV 女优，最近比较想要看那种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行讲，你在讲什么？你要想，她本来是油嘛，本来是遮住的，那就是一个突然变成乌马的，你就觉得啊。原来他是长这样的，就感觉那个那双被撕开了哦，你知道？你好生动，撕开了，哇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很吃剧情跟女演员的演技，演技，然后还有这个剧情，对，剧本。所以说盖伊是演技派的，就对。那应该是不好聊。如果要特别选那种剧情的话 ，OL 型。哦，你喜欢那种？Office Lady 那种，我就 OL 系列不错。对，看你们这样太吵了，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们讲的是什么？我用体验了吗？不是，他根本没有印啊。那你们太吵了，我们太吵了，我们安静一点。你是说你现在无法起板？我这样很对，很难有感觉。是哦，那好痛苦哦。你有没有耳机？快，耳机赶快救援一下。你们太吵了。什么？我们太吵？我们安静，你这样更尴尬吧？赶快啊！要等一下要塞团课了，不要这样。给他压力，给他压力，他会更不行。好嘞，没事。你喜欢欧美的还是亚洲的？你知道欧美的，我喜欢看他很狂野那一种，就是。哦，知道的，我知道。你学一下，我学一下。你学一下民方。我们现在讲这么多，就是要你赶快找，你赶快找一个人找你觉得 OK 的。你要告诉你只要硬起来，你只要硬起来，然后有放进去，然后感受过就好，你就可以。我觉得波波，你要不要一起进去？好了，我觉得你进去了啦。快死上了啦，因为梦圈已经太久，所以我们真的太久进一个 PK 赛，看波波和梦圈谁可以快速达成。你片子准备好了吗？片子准备好了。OK. Waiting for you.盖伊，你是不是想都没想过，我们有一天也会接这个业费？真的是没有想过，而且我一直在想，要怎么样把一个这么健康的事情，然
后用一个健康的方式传达出来。我又很怕观众的观感不好。嗯，不过不用弄到结束哦，大概有个感受可以说就好了。我在试感觉啊。哦，你已经在试感觉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妈的，这样子都害我分心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试用完，试用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他会一直把你的那个小兄弟推开的感觉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代表他非常紧，所以他会一直把你划出来。对对对，推出来。就是你放个不动，他就会自己。对。那我刚刚说的那个。你也很紧，很紧，然后呢？要抱紧啊，舒服吗？你推出来，哦，推出来，很舒服，对，很快给他们体验第二个挤压式的，挤压式的，好，好嘞，另外一个啊，高速，快点，两位使用者，来，请用，两位巨巨跨出了第一步，好了，我觉得这第二个好，是不是？第二个比第一个那个。经典款的更紧，因为侧面可以做一个按压嘛。第一个我女朋友捏就只能这样，然后第二个是可以再按压的。哦，完全不一样的感受，不同的。哦，差蛮多的。我会给他第三种，这个是气囊式的。气囊式。哦，想赶快体验看看。我有什么感觉？感觉这个哦，如果你的 size 太大，哇，不要使用这个。就是说你的 size 很大。不是，因为它真的很紧，你要进去都会觉得很难进去。哦。用这个手会有点酸，因为它会有一种真空吸引的感觉。现在他可以体验第三个气囊式的。好。黏黏的，我这边外面有提供湿纸巾服务。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起。等一下是第四种吗？没错，对。第四种这个 Double Cold Cup。分为比较刺激的 bitter side 跟比较温柔的 sweet side， 那等一下我就一杯而用，可以体验两种感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怎么会这么邪恶？看到没有？我觉得这个比上个好用，怎么说？因为它不会太急，里面的感觉有层次，有层次感，有层次感，结节感。对，它就是会有层次感，就是会有这样一格一格的层次感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非常明显。因为上面两个它都会把你挤出来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会把你挤出来。哦，想试看看哦。所以这个是你用到现在你觉得最好用的，对，以目前来讲。哦。好，那下一个这个是不建议先用的，我感觉受不了这个事情，更受不了。来，好，这个感觉蛮舒服的，比前面两个稍微再不紧一点。哦。它有一种一圈圈的感觉。这样一层一层的包，你说盖一盖，我们就盖一没用过，它就形容了。哦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，那个是刚进去的感觉是那样，可是你在移动的时候，它就是感觉到一圈一圈的包。哦，不太一样的感觉，觉得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好，赶快试下一个。好，搞定，搞定过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这样。对，是这样。别靠你，激动。好，比较轻松那边大概就跟第一个样子差不多。你说基本款，对，基本款，然后第二边就大概跟第二个样子差不多。你说这个挤压式，所以说它一个有两种感觉。对，可是它这个第二边的，你会感觉跟挤压式的有差别，就是它没有那么会退。如果让我选这个跟第二个的话，我会选择这一种。所以这个等于说是经典跟挤压式，它就刚好两个都有。所以说一种，它很超级，一种一个杯子这样两种感受，没错，各种感受。我们接下来试这最后一个，好了，这个可以待会用。好，这边好啊，要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它不是有两边吗？对，一边是比较松，就是感觉大概跟原本那个差不多，轻点的，跟原本那个。另外一边那个很紧，就里面东西塞得很复杂，对，很复杂，然后很紧。我觉得是目前最紧。那你觉得这个紧的这根最紧？然后波波觉得没那么紧，你觉得是最紧？那我们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摇摆的，摇摆。他们两位呢，现在都在体验最后一款飞机杯。刚刚听他们评论完前四种，我真是听了倍感兴趣，尤其是那个胶囊造型。哦，那盖伊，我们再跟厂商要一些好不好？哦，这去跟厂商有些沟通一下。最后一样，你的 view 啊，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调整
调整角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要头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可以让它那个洞变成这样子的、然后你不一定要一直转，你可以维持那个。那个对你就是伪装，然后上下手把它往上凹。我觉得有一种比较，你往上凹，下面就比较刺激。哎，对，就往下，然后上面就优先接触。对，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哪里比较敏感，你就可以哦。这个可以说是你可以操控性最好。对，就是算是最接近自己跟自己玩的感觉。是，对，那我们算是理想。待会我们上去再好好分享这五种的。哎，你用钥匙也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摇摆头还蛮好玩的。怎么说？它可以。扭动的角度非常大哦，可以这样子绕一直绕一直绕，所以你在里面进行的是一个就是环绕的感觉，也可以同时啊，也可以。这个线场是有点凌乱，看一下这个线，凌乱的线场，哇哇，全部什么都变白白，准备有点杯盘狼藉。来看一下，你看这是在规矩整理的过程，我是收好。看一下廖世宪的，他怎么说的呢？这个人静静的，看来波波是狂野系的男人。他刚刚还把他每个都死用过，每个通关关上必过。由于呢，等一下这个地方要上团课，所以我们赶快收一收要上去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五种用起来的心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那盖伊你的那个蛋的那个部分都还没试用过怎么办？那个没有关系，等他们讲完心得之后，我再来帮大家体验。好，那没问题。好了，两位辛苦了，真的感谢你们的付出。我先从一般经典款开始。一般款，因为我之前都没有用过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蛮紧的。因为没有用过其他嘛，第二个真的跟第一个比起来就紧很多，压是压那个，对不对？以建议来讲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 size 的人，我会建议你用这种一般的就对了。对，第二种真的非常非常紧，就东西很多的。对，东西很多，东西很多。像那个 bitter size 那个，就是就感觉里面都全部都是东西。入手先对，入手对，其实你没用过的话，用这个其实你会入手开始。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刺激的话，你再考虑用第二种。其实我里面有一个 OS， 我心里有一个 OS， 你知道吗？如果你鸡鸡比较小，你就用第二种。但是我跟你说 ，Tenga 他们很贴心，怎么说？他们好像光经典款就有三种 size，、嗯、是哦，就好像有这样子的跟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还有再短一点。第三种其实还我觉得是最好的，我也是这种感觉，细囊式的嘛，不是因为它有层次感。對那它商品说明上说建议你就是缓慢的去移动它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我觉得对，缓慢移动，对，它会有挤压的感觉。如果你把包装拿掉，它是白色的，嗯，在使用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环状东西在那边被你挤压的。真的、哦？对对对，它会移动。没有把你好专业。对，它会移动的。你连飞机杯都要脱光才开始用？哎、欸，这是一定要的。这五款里面的 top one 就是第三款，但是那个最后一个也不错，是可以摇摇起那个。哦。双头我觉得 CP 值是最高的，你要看价钱嘛。如果它价钱差不多的话，我觉得它 CP 值最高。一个罐子两种享受嘛。嗯，摇摆我因为你要一只手使用，然后一只手还要看剧情，哦，然后还要拿手机啊，对了，所以你就没办法去。我是把手机放在置物架上。所以说，因为孟轩是用两只手来用，所以他做出了比较多旋转的操作。对，那波波呢？因为他一只手要拿手机，所以他用单手操作有限，但是他就利用一个角度的转错，我就用角度这样子，然后一个上往下，符合你的角度就对。对，就符合你觉得你哪里比较敏感。那我觉得这很棒，你就可以。我觉得只要可以这样子用到你比较敏感的地方，我觉得是有的。你知道这个就像你在做这场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喜欢某些姿势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哦、有道理，它可以配合你。没错，就是姿势的问题。而且它外观也很好看，有一个很像弹簧的感觉。两位辛苦了，那现在呢？剩下我要去玩蛋蛋斗。那戴一，我们等一下就体验这六颗 A 系列。我直接现在去洗手间，然后体验完之后，直接出来跟大家分享这六种的差异。戴一，你这样子，你记得住这六颗蛋的差异吗？当然，身为一个专业的记录者，我笔跟纸都准备好了，等一下就进去一个一个记下来，出来分享给大家。走，为各位进行监督。Tenga T 恤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又要跟着我进来、啊？没错，你在外面等我就好了啊！我待会见，我尽快。好，拜拜。波波，你觉得盖伊还要多久？我觉得，快了吧？快了吗？
他只是尝试了又没有射出来。是没错。对。大概在五分钟了吧。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了。怎么样？你还把它套回去哦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把它用完之后，然后还把这个膜套回去。OK， 再给他用6000了。我跟你说，虽然很舒服，但是我可以体会你们的感受，就是这个时间压力之内，然后你要体验完这么多，你把膜贴回去是要知道不是什么样子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它撕开之后它就这样子，所以你就不知道，它就不知道哪一颗是哪一颗。好了，总之呢，我来跟大家细细的分析一下这6种的差异。其实我必须老实说一件事情，这6个用起来很像，你可以感受到些微的差距，但是真的很像。就因为我们这是皮肤嘛，它的感觉就很像你的手上有一层软软绵绵的、很舒服的一个细胶，这样套在手上，然后去做自慰这件事情，很舒服。它套上去是可以拉到很长。对，特别它会伸缩，它会变很长，可以拉到所以它是伸缩的。这就看你要有多长了。该应该，所以说，因为你也用过一般经典的飞机杯，所以跟这个比较起来，这个更像在徒手自慰的感觉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飞机杯比较像女性的那种感觉，难怪它贵，还是要加的。然后这个蛋就感觉就是一双很舒服的手，这种感觉。对，那它我懂意思，这个就是半，这个是全。等一下，那我先从这个 brush 开始。它这个每颗蛋里面，它都会有层次或者是造型。那 brush 它里面就是它分的比较散，会有点烧到痒处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比较散。你好会讲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 silky， 我找一下，是有丝缎般的触感。丝缎般 silky， 它是皱褶型的，但是它的皱褶不像另外一个叫做 wavy。Silky 跟 Wavy， 它其实这两个东西很像，但是 Wavy 它的波浪状，它是这样子的波浪，对，然后这个 Silky 是这样子的。那 Brush 是什么？Brush 是就是分比较开，这样子一个，这样子一个，所以进去之后你要突破，不，这种感觉，对。那当然是 Wavy 是比较刺激。因为它波浪比较大，大波浪的可能是仿人类的皱褶吧，真的惨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它这个外观啊，是 sphere， 跟里面应该是一样的。对，它外面有画就是这样，对嘛？对。然后 sphere 跟 brush 很像，就是你可以把 sphere 当成是 brush 的紧密版的。brush 它分的比较开嘛，那 sphere 它就是。分的比较，它比较近 ，tornado 飓风 ，tornado 龙卷风，听起来好强哦，龙卷风，它里面是这样子螺旋下来的，所以你会有些地方刺激到，有些地方比较松散，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放松的，对，有时候是不要这么服帖的，对。Boxy 这个它其实跟 sphere 很像 ，Boxy 它是比较方形，对，所以它比较刺激，角角的，零零角角，对，它零零角角，但是它是很。柔顺的零零角角，对对对，就比较刺激这种感觉。总之呢，这就是我体验完这6颗蛋状飞机杯的心得。对，我觉得应该会粉丝很好奇，就是我们人这么长长的，那这个蛋这样小小的怎么套？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很好奇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看到这个蛋的时候，我想说奇怪，我们明明就。其实我蛮好奇，那么因为我看没用过，对，为什么没用过？等一下拍完做一张有人问你，我直接变飞机杯大师。那我们看看这龙卷风，龙卷风 ，tornado， 它的用法就是这样，这个撕开一样，然后呢，它整个拿开之后，它就是这样，有蛋的造型，好呀，嘣，撕开，哦，有一颗蛋，短，这个是白色的，再摸看看。有没有？很舒服，有没有？它很细，它跟我要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很摸起来是里面的那个细致，很舒服。对，这是抽出来，是不是？它这个是润滑液，那我就不加。总之润滑液呢，要挤到这个孔里面。你看哦，这么小一个，那要怎么放进去？它就是放进去之后，比如说你手握着，然后对你往下拉。下拉有没有？它会延伸，它飓风哦，它会延伸，然后它会贴的贴里面，这感觉好奇怪啊！对，就是这样，它会延伸，就是它可以延伸到很长，
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自己握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它里面就是像这个龙卷风的，它里面就长这样。哦，看得到吗？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我感觉到这样看起来就很刺激。哇，这对啊，这哎，哇，这真的很刺激耶。好的，那这次就是我们三剑客战队的一个评比啊，那大家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因为你使用了好几个，前面飞机被打死了，以前就很憧憬说，好想试看看，就是飞机被用起来什么感觉。那今天一次让你用的，每次用就用，每次就用六个。那这次合作的商品是 Tenga，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折扣码到官网选购。除了男性商品，也有许多女性商品。送礼自用两箱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健人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